始终爱偏开在迷途，往前路往前路，能拔出我这把招日剑吗？往最初花瓣若是有一天有人能拔出你这把招日剑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抛下一切跟你。谁派你来杀我爹？你为公夫出卖人，到底是谁想杀我？那我就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你的骨头。公夫那边，我交给你。来人，我要上马。你怎么有那么不识管教？你跟我。至少你能够反抗自己的命运，而我却做不到。你走吧，你这样的人有资格活下去。要是有一天有人能拔出你这把招路剑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有这个人，我会抛下一切跟他走。十年前有人给我算过一卦，说我要嫁给一个能拔出我这把招路剑的人，我要嫁给慕容明珠。不过他不是我要得到的。算了，这里很危险。滚开，离我远点。